大家好，我是潘正崇，想要在这边跟大家宣布，我即将与我最热爱的墨镜品牌 Uswing 出一个联名款，潘正崇联名款。那这个部分是对我来讲，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那在这边想跟大家说明这个我的联名款的墨镜的哪些好处。第一点，我觉得它最大的除了墨镜以外可以遮阳光以外的好处，它另外一点就是戴上去之后跟没戴上去的时候是没有视差。然后我尝试过其他很多其他品牌的墨镜啊，不管是低阶的或是运动品牌或是高阶的品牌，那都没有像这一款墨镜一样提供这样无视差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可以熟悉的非常快速。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它的重量非常非常的轻。我常常大家也都知道，我常常在比赛的时候包括练习打完18洞然后再练习，有时候都要戴墨镜七八个小时，然后这款墨镜完完全全没有给我任何的负担，所以不管是一周内打七八场球还是每天花十个小时在球场上戴墨镜，我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所设计的镜片可以帮助我在判读果岭上不管是坡度或是草纹的颜色，可以更容易判辨出那个推杆的转折，所以在这个部分对我来讲帮助也很大。那最后呢，这位 Uswing 的公司的老板他也很热心，也很喜欢做公益，所以他就决定跟我一起来做公益。所以只要大家每买一副潘正崇联名款 Uswing 的墨镜，其中的一部分就会捐到潘正崇基金会，再请大家继续支持，谢谢。